记得你在民宿的时候跟我说，只要等我眼睛康复了，就可以想去哪里就去哪里，想做什么就做什么，还可以开始崭新的生活，去寻找另一个幸福的事吗？我想，我已经遇到了你说的另一个幸福。我遇到了一个女孩，那个女孩很直率，很大方，就像太阳一样，只要有她在的地方，就会充满了温暖，还有欢乐。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挫折，什么样的困难，都能够积极的面对，不会被打败。因为他，我心里的冰冷被温暖了，黑暗也被照亮，我又有了希望，也有了重新开始的勇气。所以，于是实现天灯上的愿望吗？在你生命中守护。